好，这首歌，是一首怀念的老歌，是日语歌曲所改编，日语叫做《俺は寂しいんだ》，那我们的台语叫做《再会》，再回亚都期哈。那这首歌的女调是 G 调，男调是 C 调，那是用四四拍的节奏哈，四四拍的节奏。好，我们可以用主歌用三恰恰四恰啊 ，T 就是拇指哈，恰恰就是一二指哈，你的中指和食指和中指勾一二弦哈，那 T 勾拨第三弦 ，T 是第一拍，恰恰第二拍。好，再来把拇指拨第四弦，三恰恰四恰，好，第三拍是拨第四弦，然后恰是第四拍，三恰恰四恰，三恰恰四恰。好，副歌的时候一般我们会比较激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三恰恰四恰把它变化成拨弦的方式，三我们就用蹦，恰恰我用把它拨。好，一二弦或一二三弦，好，四，我们是拨蹦哈，蹦蹦恰恰蹦恰啊，蹦恰恰蹦恰，好，那这首歌前面是 NC 哈 ，NC 的意思就是 no call， 就是没有和弦，不弹就是没有弹啊，不弹哦，然后从缓滑 A 哈，啊卡一西，从 he 这个地方开始。开始弹，前面这个地方是不弹，不弹。好，然后再来，我们在后面的地方啊，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语气的一个一个弹法哈，这个地方就不用蹦恰恰蹦恰了哈，我们就用恰咪瑞咪花嗦嗦嗦那些这个恰四拍啊，然后再来这一小节是恰恰好，然后要注意的地方是碰到这种这种八拍两小节的时候刚刚我们讲那个 B 的弹法是蹦恰恰蹦恰，好，然后第二小节前面四拍蹦恰恰蹦恰，好，那后面的四拍变蹦恰恰恰蹦恰，这样的有一点过门的味道会比较好听。好，我
我来游唱。